各位北京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爱豆挚爱演唱会，我是黄子佼，很开心在四面台看到各位双双对对的情侣档，还有各位粉丝。今天晚上你是来看谁的 ？OK， 什么？太棒了，都是来看我的，太开心了。OK， 今天晚上不论看到谁，希望你们都拿出这样的能量，让所有在台上表演的歌手感受到你们的这种热情。这样子我们在台上的表演，四面台，即使他们的体力会耗费到四倍之多，但是我相信会有非常圆满的结局。而今天不管你来看谁，我们都是因为爱而诞生在这世界上，也因为爱我们相聚在这里。转眼就要送旧迎新，在2017年希望我们都能够因为爱而继续在一起。当然我现场看到很多都是双双对对来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哎呀，特别令人羡慕，真的好多都一对一对的。 OK， 无论你现在是在什么状况，热恋啊，或者说有的人呢可能还是在单恋的情况，也有些人可能在苦恋，我们都要继续相信爱。当然在你眼前这个人可能是你的现在事，也或许是你的未来事，也可能是你的过去事。讲到过去事这三个字的时候，后台应该有人会抖一下。哎呀，特别有缘，那你说是不是？待会儿我们要用音乐来阐述爱情，用音乐来唱出各种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有的歌手说爱不持久，所以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别的歌手就说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但是也有人高唱不将就，好吧，那到底要怎么样面对爱情呢？现在眼前的人可能是对的人，也可能是错的人，不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够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以上五首歌今晚都不会唱，但是要唱什么歌呢？敬请期待。而今晚第一个要踏上这个舞台的人，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各位朋友，让我们用音乐来融化我们的爱情，融化我们的生命，迎接2017年第一位要登场的天后，就是请看 VCR。是理不清的选择题，我只单选说爱你，爱度。你装逼让全身都排队，你是风如飞的九头身材，但是
吃完各吃的六块鸡排，比谁更重要的是马甲线。管你想中大中我配，管你是小心意是让对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北京尖叫深刻，再次欢迎我们的国际菜蔡依林 Jolene。 哎呀，有他开场就过瘾了，你看一开始就好配啊，我的配配配的。来来来，先跟四面台的观众朋友问好。嗨，耶啊！今天我们特别忙，要照顾到四面的朋友哈。四面台就感觉好像开演唱会感觉。对，就很过瘾，对吧？我们这个舞台灯光全部都是专业的，为了迎接这个爱豆挚爱。不过今天要迎接你哈，我们有一个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因为粉丝特别多，我在想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张合影，好不好？帮你跟这些粉丝拍一个合影，好不好？可以吗？做个纪念，好不好？那就收你6000可以吗？来来来来来一个，哎呀，太开心了，因为我一上台就看到特别特别多这个，哎，特别多一的字。好，这边也要吗？完了，今天要每一个照片都要拍4次。蔡依林，蔡依林，来这里的，哎，你们这么多人就那么一点尖叫声啊，人家刚刚在台上那个使劲的跳啊。好，谢谢。这边的要不要来一个？很难得哦，这个主持到这种四面台的演唱会，而且这个九令超级专业，他整个就是四连拍，四个 pose 还不一样。专业专业。好，讲到爱呢，我一定要让九令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好多好多都是双双对对的，来让九令看一下，一对一对的来，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祝福他们，或是给他们一点建议鼓励啊？我觉得爱情就是，它没有一个时间表。我觉得，当你看对眼，然后你知道互相彼此了解，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是，说得太好了。好，那我也要对你说一声加油了，好不好？啊。哎，你看什么？有武器，你带着武器攻击，没有关系。从此九令有更多时间做蛋糕了。我们其实九令要好好做唱片 ，Play 呢，转眼已经是2年前的歌了，对不对？对。想不想听他新的作品，对不对？是不是有点等太久了？你有在准备新专辑？2017有可能会听到九令的新专辑吗？我一定在2017年会推出。我相信在准备中，但是压力特别大，因为 Play 真的太成功了。我们在全世界好多的角落，很多外国朋友也都在听 Play， 恭喜你啊！国际菜，来这边的朋友来，转眼要过年了，给大家一点新年的祝福吧。新年，加油！鸡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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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想事成。那跟鸡没有关系啊。那你问我什么年干嘛？对，明年是什么年？鸡年啊！祝大家心想事成。那牛年也可以用这一句吗？鼠年也可以。鸡，大吉大利。鸡，大吉大利。好。那这边也来一句喽，还有什么跟鸡有关系的词儿？吉祥如意。好。
全部都是我在旁边告诉他的。没事，你就好好表演，说话的事情我来我来，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继续交给九令，请你用歌声唱出不同的爱情，不同的故事。接下来是什么歌曲？接下来是第三人称。全场都有，再次欢迎蔡依林第三人称。Hello Hello， 今天大家都很美耶，你看这荧光棒一全场。如果你们会唱这首歌，跟着我唱好不好？
接下来要唱这首歌需要借到你们的手，你们应该还有活力可以动一下。这首歌叫做《说爱你》。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忘了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叹聪明怎么想到这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的身材，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怎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刹那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的地方，爱度。ドリンクとしてボトルビンベルに投げするときに一ミリ。是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全场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北极光，奇幻的预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北极光，传说的预言，原来正是恋人就会存在，红橙黄绿蓝，美丽的 Aurora， 爱就在心中，相信就是永远。这边的朋友不要大声，还是后面的朋友，还是这边的朋友们呢？所有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北极光，奇幻的预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北极光，传说的预言，原来就是恋。很多人耶，你们好吗？今天都是北京的朋友吗？都是吧。我刚刚来现场的路上，我觉得今天超级冷，你们冷吗？但我今天还是很敬业的，有露了一个肩，还行吗？等一下带来这一首歌呢，我希望现场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暖起来。这首歌我应该好久没有唱过了，然后今天为了北京的朋友们，为了 I Do 带来这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会唱的跟我一起来，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转动，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的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往生活上，爱像紧赶飞着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划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这首歌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
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了梦想，像从来没有许过望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跨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敢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的外扬，却都不听命运的话。我要去看个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了梦想，像从来没有失过望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再看个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跨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但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谢谢。Hello. Yeah, Angela. 我在找你耶。我在这儿。来来来，哎呀，我的好妹妹，这个我们两个是真的私底下会吃饭的那种好朋友。是是是。但我们也好久没吃饭了。对呀、啊。有没有大概？我看想，我刚刚在后台一直在算，大概有没有两年没吃饭了吧？这么久？我们还算朋友吗？还算啊，还行吗？好，不过在座有好多我们的来听歌的好朋友，刚刚你讲你唱看到最远的地方，对，我们想看看最远的地方有没有啊？哎呦，来请 Angel 来看看我们今天最远的地方，他们都超级热情的，耶、yeah, ，这边呢， Hello. 好，谢谢你们，四面台很清楚，对啊，今天来到这个以爱为主题的挚爱 I do、嗯、Angel 你怎么样看待爱这件事情？嗯。我觉得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是，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很难解释、就是如果你爱上，有时候哪怕只是看对了眼的那一瞬间、你就可以爱永远，就可以爱是永恒了， 对吧？对。不过呢，现在的张韶涵啊，她最爱的事情应该是办巡回演唱会。大家有关注她的行程吗？太可怕了，他是每两天三天就换一个城市，到处飞到处唱是吗？对对对。你的纯粹还没有结束。我纯粹可能会继续下去到2017年。还要唱到20。哇，现场有没有人有看过纯粹演唱会的？有诶、欸。有，谢谢。一定，我跟你讲，没看过的一定要去看。你们刚刚听到这两首就已经够了，对吧？对。包括肩膀还故意露出来，你这什么心机啊，真是。有种露两边啊，你在那边。那你帮我拖一下。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玩这么大。其实还有一种爱，我其实都在问 Angela， 当你到处飞来飞去的时候，你到底怎么样照顾你家的狗狗？因为你现在有几只狗？我家现在有五只。哇，你看他有多爱狗啊！所以你怎么样跟他们交流呢？因为你当你到处飞呀、啊，各个城市的时候，你会跟他们微信吗？会，我还会视讯。最好是。真的啦，我会视讯。那五只狗叫什么名字来的？我们家的狗狗都希望他们叫比较贵一点的牌子的名字。哦，所以都是什么？所以都是比如说 Hermes 啊，然后 Chloe 啊之类的。哦，了解。你看这个有人养，现场有人养超过五只狗的吗？没有，你看他对于宠物的爱，他对于这些动物的爱真的是第一名哎。没有、哦、没有，还要再养下去吗？
目前我家应该还不够他们，就真的不够，因为他们五只这样跑来跑去是有点疯。家里已经够拥挤了，对不对？对，有点拥挤。然后但是我就是平常尽量有时间就照顾他们。像有时候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眼睛都还没睁开，我就会突然吓醒，就尿尿。你尿尿了？不是，我说要带他们去尿尿。我以为你这年纪还会，哎呀，所以要赶快记得带他们去尿尿。哇，你真是个好妈妈。然后我眼睛就这样子，就还很迷蒙。是。啊，结束了吗？OK， 再回去睡这样子。所以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好，谢谢你做了很好的示范。如果你真的养了宠物，就要像张韶涵一样这么的疼他们，再困都要起来帮他们去伺候一下尿尿这件事儿，对不对？好，谢谢你咯。谢谢张哥。今天刚刚唱两首，对不对？好不好听？那个这么瘦，他跟九莉一样都好瘦好瘦，可是那个能量都好大好大。你也是。You too。不愧是好朋友，真会接话。我跟你讲啊，今天来到这里，包括你刚刚看这舞台，过不过瘾？过瘾啊！要不要再多唱几首？你可以再多帮我转一些吗？来啊来啊！我刚刚转的时候很开心，来啊，因为我都不用自己跑。你要不要也四面台自拍？我帮你拍照一下。好耶，好不好？做个纪念。那个所有的朋友，2017年快到了，对不对？对。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yeah， 所以我们大家在自拍的时候，就是尽量能抢镜头就抢镜头。好，还是我们现在就来倒数，我们先跨年，十、九、八，好了，还没有，你疯了。我疯，你还跟着我疯！来来来来来，我们拍个四，来你到这来，你到这来，我帮你们拍个合照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拍照好吗？好耶，做个纪念，好，太棒！你要学九令哦，四个动作，四个动作，四面还要不同的动作。天哪，这还不简单？哎呦，哎呀，特别性感！来这边，我想看一个狗狗的感觉的动作，可爱。好，换这边啦。这是什么？哎，人这么多，你们回去、这个、是什么、啊？随便，新年贺年的感觉，贺年的。恭喜呀、啊，恭喜！可以，好，太棒了，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把舞台交给张韶涵。好的，你要唱什么歌？我接下来要唱的这一首歌，希望大家在2017年都不要害怕。这个歌好，不害怕。对，面对所有的事情，面对爱，面对生活，面对工作、学业的压力，我们就用这三个字迎接2017，那就是不害怕。欢迎 Angela。每一个人都在挣扎，每一个人都要想去的地方，有时候天使不回答，也许只是因为还不够渴望。我擦干泪水再一次出发，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所有朋友们，让我看你们手，拿到希望。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不害怕，生在你面前放光芒，生看见你为我骄傲的模样。我只有一分钟悲伤，然后微笑就把挫折都遗忘，一定有幸福在我的肩膀。一起来，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
星星亮了，一闪一闪给我希望，不知不觉我热泪盈眶。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抬起头来泪就不会落下，扬起嘴角我就不再彷徨，跟着心里最想要的愿望，越过大山，越过海洋，我越相信生命就要天亮，我越相信痛苦里有宝藏，有个明天正在等我抵达，我在路上，正在路上，拥有梦的人路有多长都不害怕，我不害怕。谢谢，新年快乐。爱因为是你，所以不将就。I do。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才，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下面的朋友，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呜。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哇，真的非常开心来到这个爱度的这个晚会，跟所有的情人吧一起过一个马上就要跨年的，今天算是一个节日嘛。对，今天呢有很多歌要带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第三张专辑的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流行歌曲，送给大家。大家跟我一起拍手好不好？这边的朋友，上面的，是小时候，口头上是男女朋友，送你到你家巷口，什么都没说，是因为牵着手。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会让泪流不停，不适合的年纪都给彼此鼓励。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不能在一起都没关系。送你到你家巷口，什么都没说，是因为牵着手。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了新歌曲。我听说谢谢你会让泪流不停，不适合的年纪都给彼此鼓励。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
几句流行歌曲。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欢迎李荣浩啊！嘉哥，你最棒的创作天王，我在这儿呢。来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刚刚呢，听到你的歌啊，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代表作啊、新的一年有会有新的作品出现吗？哇，当然会，当然会。哎呀，现在正在非常紧张的准备我的第四张专辑。第四张专辑，对对，因为每一次大家听到荣浩的歌都觉得特别喜欢，尤其像李白，多少人刚刚有跟着唱的举手，我看一下，我在后台听的那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是是、啊、谢谢谢谢大家。新专辑加油啊！说好的杜甫要写啊，李白之后不就杜甫了吗？你要写啊，公平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来，哎，有人叫你呢，谁呀、啊？哪个在哪里？哦，那里。要叫就大声一点啊！太棒了，好，今天是一个就是以爱为主题的挚爱，是是。你对于爱情有什么样的理解？因为在座有好多都是双双对一对啊、嗯哦，那边也在叫你呢，在叫你呢哈。哪里？哦，那边，那边，那边，对对对对，好。在座有许多朋友都是成双成对的，都非常的幸福，在这个恋爱的领域当中，包括我，包括你哈。那你对于爱情有什么样的理解呢？我对爱情就是，哎哎哎，别别，有些关键字放在心里就好了，我们心里有数就好了啊。明年又不是羊年，你那边讲什么？好，来来来，你对爱情是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比重？我觉得就是一个有一个很有默契的一个伴了。对，就是这个人可能不用说话，那种默契就是存在。对对，当然了解。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唱歌。刚刚我前面把五个人的歌手的歌代表作稍微串了一个小故事，我说那五首歌都不会唱，有一个是错的。刚刚我有提到，有些人在爱情里面坚持不将就。对啊。好，全场都有，让我们再次热情掌声欢迎李荣浩。从头跟我唱到尾，好不好？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者，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你们会唱吗？开始纠缠之后，撒腰背自由，你的暴烈才温柔，感情又痛又享受。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谁能逼我将就？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
上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光别太温柔，感情又痛又相守。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谁能比我将就？最后一次，全场跟我最大声一起唱好不好？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抱别太温柔，感情又重又相守。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谁能比我将就？怎么不过将就？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一起领衔来主演最佳男女演员，爱杜。
也许是斑斓，可惜没有你显得那么平凡。我是人生兄弟的贝斯王晨明。我是人生兄弟组合金一豪。刚才有表演戏曲的部分，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戏曲。大雪纷飞，烦难逃。谢谢。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国的 R&B。对，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人生兄弟组合杨凯杰。One, two, three, four。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人生兄弟。哎，正如刚刚我们所表演的，然后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无伴奏的这样一支阿卡贝拉乐团，我们的名字叫做人生兄弟啊，声音的声，不是生孩子的声，不是生孩子声。然后今天来的呢，大部分都是情侣，然后我们所唱的歌曲呢，也都跟爱情有关。对，那么下面这一首《简单爱》送给在座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你们简单快乐。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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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简单爱，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听到我现在的感受。他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的睡。
生活我爱你，你爱我，我想简简单单爱爱爱爱爱爱你，想简简单单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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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谢谢，太厉害了，人生兄弟。主持人好，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看过你们表演，今天现场听的不得了，来，而且你们来最适合我们四面台的，来，一人面向一边，对，正好四个人，刚好来，你面对那边，好，你面对这边，好，好，你面对这边，好，大家好，哎。哎、yeah, 我们终于有一组人可以同时照顾四个地方的朋友。好，来，中国第一支阿卡贝拉，哎，可以回来了，亲爱的，他好乖啊。其实我觉得阿卡贝拉这种团体特别难，因为就是说大家的默契很重要，而且那个每一个节奏很重要，哎、对对不对？你们花多少时间要练习啊？每个星期应该随时都在唱。对，基本上要是单从唱来说的话，就是基本上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都在哼哼。哎呀，辛苦了。可是他们一出来之后呢，很多乐手老师都失业了，因为再也不需要有鼓手了。没有。还有就是，你们刚才那用那个话筒啊，发出各种声音，好厉害。你们有想过下一个用麦的人的那种感受吗？所以我们都特别湿啊，你们的四肢。我们 B-box 都已经生锈了，这个话筒。因为我们都用自己的麦，因为所以说知道那个就是个人卫生的那个问题啊。因为我之前有碰过啊，那个前面表演 acapella 的，后面我拿到话筒的时候，那甩都有水的。可怕了，噗嗤嗤嗤嗤嗤之类的。好，今天来到这里呢特别开心。你们四个有人结婚了吗？因为我们在说 I do 的时候，都是我们是在比如说结婚的婚礼上面。这个怎么说呢，人生当中总有一难，哎，没有没有，不是人生当中呢总要经历这个婚姻的这个会不会很期待这一刻到来，非常的期待，很重要的。对对，好，来周周，你们两个说话，你说说呀。对，结婚啊。你声音好低哦。对，是我们男低音。你最高可以多高？我最高。算了，你还是当低音好了。对，最高只能到1.71米。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四个人的默契啊，跟那种唱歌的魅力。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再来一首歌好不好？哎，好，好不好？什么歌曲？那这首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演唱会的主题歌。是。哎。I do, I do, 送给所有的情侣们，祝你们太棒了，哎，一生一世一辈子。说得太好了，因为其实从演唱会开始，我一直在讲 I do, I do, 我就在想，今天怎么不找阿杜来呢？真奇怪。那么 I do 这首歌曲，我们还是交给人生兄弟，谢谢，谢谢 I do。最佳男女演员，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
在今年的冬天，故事将有不同的起点。已做好了准备，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餐桌摆设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不是情节。一起领衔来主演最佳男女演员，就像隔断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面相守到天边。宝宝，记得两年前的冬天，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如果这辈子我能娶到像你一样这么漂亮的女孩，我死而无憾。虽然身边的朋友都认为我们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甚至不是一个次元的生物，但是我爱你。两年过去了，我们因为爱排除万难走到了一起。我想把两个世界变成一个家。我爱你的美，我爱你的傻，我爱你的固执，我爱你的臭脾气，我还爱你的小虚荣。所以今天我希望在场所有的观众见证我今天的誓言，我胡松愿意在今后漫漫的人生路上守护着你，陪伴着你，爱护你。所以马西莫，嫁给我吧。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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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嫁给他，嘿。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谢谢，真的好浪漫，其实让我们很多人都羡慕。哎，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唱给我们每一对恋人的，但是我们想离你们更近一些，但是好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打开你们手中的闪光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闪光灯都代表着爱的光亮，我想看到全场我们10000人爱的光亮，打开你的手机好不好？下面这首歌需要你们和我们一起唱给对方的那个人 Forever Love。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我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升起，未来这些日子要珍惜，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啊，多么自然。一起来好不好？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谢谢，我们是人生兄弟。爱是先爱自己，才能疯狂的爱你。I do。
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the woman is blue, my eyes are blue, you are blue, yesterday is blue, the water is blue.我是谁吧？唱歌的那个名字 Elephant D， 我是第一次以 Elephant D 的身份站在工人体育馆唱歌给大家听，而且还是四面台，真的觉得很爽。然后虽然我刚才唱第一首歌全程都是闭着眼睛的，但是我感觉舞台是不是有在旋转呢、啊？有吗？有吗？你看多高级的机关呐、啊！所以四面舞台的人都有看到我吗？可是等一下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事喽，因为我昨天来彩排的时候，他就说：“哎，谢谢你别担心，你唱不录的时候你就专心唱，我们那个舞台会转。”我说：“这么棒，我就不用这样四处跑。”他说：“不用不用，那舞台会转。”我说：“那第二首歌跟第三首歌的时候会转吗？”他说：“就转一次。”我说：“那后面两首歌怎么办？”他说：“就希望你拿着那个麦克风哦，到四处跟大家就是互动一下。”可是问题是 Elephant D 的 style 就是他只能站在 stand 前面唱歌。你说这样就不 Elephant D 啦？一定要有 stand 才是 Elephant D 啊！就是你知道吗 ？I don't fucking anything， 我就是要 with the stand。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很幽默的说。哦 ，S 姐，没关系啊，你就拿着 stand 到四处跟那个观众互动。我说你是说这样吗？这样吗？这样有好看吗？不会很窝囊吗？然后我想说，我也不可能在唱歌的途中拿着 stand 跑来跑去，所以我决定来玩一个游戏。前面、右边、后面、左边，哪一面的观众最希望我等下对着你们唱歌？
好，感觉应该是这一边，还是你们，还是这边？好，感觉热情度是一样的。我妈在哪？因为我妈也还特地专程来北京看我演唱。哎，我妈在那儿，你们帮她欢呼一下吧，她虚荣心很重。我今天如果不 cue 到她，她会很生气。刚刚谁看我屁股看的最久的啊？你们四面台里面哪一台？你们看我屁股看最久是不是？可是看屁股也蛮过瘾的，因为我屁股很翘哎。我觉得好像是你们比较热情。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也不会移动哦，我就会全程闭着眼睛唱，因为我一分心就会唱的走音或什么的，所以舞台也没有要转的意思，所以你们就只会看到我背面，所以你们如果觉得无聊的话就刷手机或什么的吧，还是要看什么剧都可以。因为我这首歌是真的，因为他们说机关只能用一次，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省钱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不会动哦，后面你们要准备好就看我屁股。接下来唱的歌是大 S 写的词，心脏喷血。我说了怎么感觉痛痛的，呼吸有点卡住了，低头一看原来心脏喷血了，难怪眼泪直流身体哆嗦，以为那日子久了，事情过了什么都能忘了，低头一看还是心脏流血了，难怪饭也没吃人也瘦了。醒了，低头一看，妈的心脏喷血了，难怪走着走着人就瘫了。这些怎么治呢？这病哪来的？都忘了，都不敢想了。这些，我开始判定了。就醒了，低头一看，妈的心脏喷血了，难怪走着走着人就瘫了。这些怎么治呢？这病哪来的？都忘了，都不敢想了。这些，我开始判定了。后面的朋友，我的臀部 OK 吗？我刚有尽量再蠕动一下，想说献给你们，不会太无聊吧？你们这样看背面。好，接下来要邀请我的那个前男友上台，是不是？怎么会有一个人一直在介绍他的屁股呢？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没有像其他那样唱跳歌手，就是四处跑，就是一直站在原地，所以有些观众是真的只能看到我的屁股。可是我屁股也蛮值得一看的，你也是知道的。我不知道很久了，现在有变得更好。不只是，恭喜。可惜了你，真的是。那你上半身是穿反了是吗？
然不是，这个应该在后面嘛。我就是特别 on special for you 哎。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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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d。我想说我们那么久没见，我应该准备一些礼物给你啊。也是，还有徐妈妈，徐妈妈在哪里？哎，我刚刚透过荧幕上看，您真的都没变，徐妈是不是特别年轻漂亮？哎呀，哎，我真的很久没看到徐妈妈了。真的，你也是没变呢。哎、我也没变，很会巴结老人呢、啊。你也没变啊。我没变吗？特别幽默，而且特别专业。其实你刚刚知道吗？你第二首歌。我们音响喇叭有一点状况，我知道。对，其实我们听到伴奏是没有的，可是你依然唱得非常的淡定。因为我耳机里面听到的音乐是，对对，我们哎，那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然后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要硬唱还是怎么样？我就把耳机拿下来听，然后就想说啊，如果这样就放弃的话，不就毁了吗？所以这就是 Elephant D 啊，他就把它唱完了，管你的。所以你说现场听起来是没有音乐，只有我清唱哦。对，但是后来我在后台就想说，不过这也就是 Elephant D 啊，就他这样子是合理的、啊。那这样好听吗？哦，好听就好。真的，因为其他艺人可能就崩溃大哭了，是不是？他们可能就会尴尬害怕，主持人就要出来救场。九令可能就立刻讲，哇，我要回家。因为九令也是蛮坚强的，他也不会这样。知道啦，所以我就是一，你知道，任我厉害厉害，但是我有个疑问，就像你刚刚讲九令，他爱不爱你是不是？不要把事情搞那么大，你不要这样子。我刚刚就一直在想，因为他今天是 Elephant D， 他不是小 S， 他不是徐熙娣。所以我刚刚就在想，哎，我今天叫了几个人出来，比如说欢迎九令，欢迎 Angela， 欢迎待会还有 Elva， 那名字都很好，你为什么一定要取一个 Elephant？ 你看大家都很有气势，九令 Elva。我的只是比较长一点而已啊。可是 Elephant， 你不能念快一点吗？让我们欢迎 Elephant D。OK， 还行还行。而且 Elephant 是我们俩交往的时候我就刺了，你不要在那边装作不知道 好不好？我以前就跟你说我喜欢大象，你干嘛装傻？人要往前看，不要一直往后看，好不好？最近幸福吗？很好，你呢？还不错。怎么样？现在是要相拥而泣吗？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大家都幸福就好。因为今天在台上呢，我刚刚讲这几位天后，包括你在内，其实你是我们这几位天后唯一走入婚姻的。所以在那个说 I do 的那个 moment，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会特别激动？就是那种心情是不是很梦幻？可以说是 I do 这样子。就是当时我完全没料到我老公会躲在我家跟我求婚，是不是？就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姐他们就是弄出很诡异的气氛。其实我没有很想听这一段。哎呀，不要难过啦。没有啦，我没有难过。你当时也没有跟我求婚啊。继续，来，我们换这边来，换这边来。然后呢？然后他就突然从我房间突然从房间走出来，然后抱了一束花。是。然后我就吓到，想说什么事？什么事？然后他就这样单脚下跪， Alright. 然后就讲了一串他已经写好背了很久的那个求婚的求婚对求婚词。然后主要就是说他会照顾我的一生，叫我不用担心，然后我也 定期的汇钱给徐妈妈。没有啦，这是我自己开玩笑的啦。反正总之就讲了 一票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很感性的跟幸福的那种就是誓言。对，然后大 S 还有我大姐我徐妈就然后他讲完那个誓言之后就把那个钻戒拿出来，本来气氛还没有那么爆点，后来他钻戒一拿出来，徐妈就这样，不要出卖徐妈，徐妈在那，徐妈看到钻石是很淡定的。我妈就是为了那个钻石叫，真的很大声，就说嫁给他，嫁给他。你妈妈就一直踢你，一直踢我，快说来度。钻石是其次，可是就是听到他讲完那一段话，就是有一个男人，他真正说他要照顾你一辈子，对对对，你不说 I do 怎么可以？没错，这个就是小 S 幸福的人生。谢谢你重现这一刻。你为什么不赶快跟你女友求婚呢、啊？快了，快了，快了，不着急。你在等什么啊？等，不要等到头发都掉光了。没事，现在发辫很专业的，你看得出来吗？很假。可恶！好，换这边来。今天呢 ，Elephant D 是不是很漂亮？哎，讲真的，这真的很难的，几个孩子的妈了，你看看。而且我刚才在后台偷窥其他女明星在舞台上的样子，怎么着？因为我今天的劲敌就是九令嘛。哦，你把他当假想敌啊？因为他、就是，哎，他今天的粉丝最多，你自己小心一点。不要乱说话！哎，拜托，也有 Elephant D 的粉丝吧？哦，也有 Elephant D 的，有，你妈一个就抵一百个了。我牌子会发亮哎！发亮发亮发，这边也有发亮，你拜托。李荣浩有发亮的吗？没有。李荣浩也有。其实那个一字哦，一字我一直觉得
其实蛮像胶质的，然后呢，所以呢，没有就偷窥、啊、你把它当假想敌。我就想说，哲林出现一定都是最厉害的，然后身材又好，必须的、啊。对啊。结果呢？然后我就刚才去尿尿的时候，就顺便偷看、哦，就他今天穿一个大斗篷。对对对，他包得挺紧的，完全看不到身材，完全看不到身材。真的、欸。当然他实力很坚强，可是没有身材。哦，没有没有给大家一点开心养眼的画面。Come on，什么叫敬业？还有这边，这边看一下。没有音乐我也可以唱。敬业吗？漂亮吗？然后冷得半死，还穿成这样。OK， 所以呢，今天是要比身材。哎，欧巴，快去换衣服啊！哎，欧巴，快把衣服剪烂。哎，欧巴，我没有放在眼里。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哈，我们在闲聊叙旧之余呢，其实今天有一个记录要请你来见证。好，因为I do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而且大家一起为爱站在这里，坐在这里啊。那大家也知道，今天这个活动，还有包括我们接下来这记录，都是由表达温暖情感的珠宝品牌I do发起了。我们号召了500多位啊，哦，不对，不应该说是数以百计的、数以千计的情侣用合照是，然后来投稿，然后做成了520页的大型的书。哇、wow、对，那这个书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挑战啊。这个挑战呢，用爱的力量、幸福的力量注入满满的大家的幸福画面，然后呢，要挑战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不得了！我们这里呢，待会就要在现场舞台上，请你跟我们一起见证。好，好，那么到底、这个、我们俩要手牵手吗？啊，要手牵手见证吗？不用不用，我扶在这里就可以了。你不要闹，我女朋友在看直播了。啊，有直播、哦、现在？对呀、啊，有直播、啊。哎，你怎么还不跟他分手啊？你要不要跟你老公说两句？你老公也在看呢、啊。你刚开那么多玩笑，来 ，baby， 我最爱的人是你。我讲真的，这个胆小鬼，我嫁给你不是为了那个钻戒，那钻戒我根本 I don't care。Really？ 可以拿去丢了啊。I don't care。现在那个钻戒在我妈那。好了，妈妈真的被黑了好几次。各位朋友，我们现在看一个 VCR， 待会我们就要在台上要跟全世界说 I do 跟我们所有的情侣档共同创下的这个记录到底有没有实现。来，请看 VCR。试的过程，是的，我们创下了一个记录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在台上一起来见证哈。我们要邀请的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来一起感受到这个特别历史性的一刻。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贵宾，有请。Welcome， 哎，快点讲英文。Hello, nice meeting you. I'm Elephant D. Hello. Yeah, do you see my body? You look great. How is it? Great.你别吓到人家，哦，人家有正事要办。Okay. 好，我们请请我们这位最重要的贵宾帮我们说几句关于我们这次挑战世界纪录的相关的信息，请。谢谢你 ，Thank you so much.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Brittany Dunn, and I'm so happy to be here tonight on behalf of Guinness World Records. 好，大家好，他是代表吉尼斯世界纪录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他今天非常的开心。Guinness World Records has offices all over the world. Every week, we have over 1,000 record attempt applications, and Guinness World Records is the global authority on record keeping. 好，吉尼斯的这个世界纪录认证呢，是全球啊非常权威的纪录认证机构。每一个礼拜呢，都有将近1000组的申请，那么要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所以他们在世界各地都设立了办公室。Today, we witness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s attempt for largest concertina book.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共同见证的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荣誉，最大的折页书要在这里诞生了。As with all of our records, each one of them has its own specific set of guidelines that must be followed. 在所有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当中，每一项荣誉都有一个特定的，而且是必须要达成的规则。那么，关于世界最大折页书这个世界纪录挑战，到底有什么样的重点跟规则？请为我们介绍。
For this record, one, the concertina must be in one single piece. If it's more than one piece, the joints must not be visible. 第一个重点就是折页部分必须是完整的个体，若多于单一个体被运用，连接部位需不可见。This record is measured by the area of the unfolded pages. 第二个特色，这规则就是此项记录的认证标准，以书完整打开时所占的面积呢，来作为全球的计算。And the book must be made from materials traditionally used in making a book. 折页书所用的材质呢，需要由传统用于商业书籍制作的材质来制作，并且可被测量跟复制。Now for this particular record attempt, it took place over the course of 3 months. Over 1,000 couple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 and it's over 520 pages. 是的，如同刚刚在影片当中展示的，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个记录呢就被我们爱度的粉丝，包括了超过1000组的情侣档，以及520页的这个书，来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的荣誉。Earlier today,I can confirm that this is a brand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 title, measuring 65.942 meters squared. Congratulations, that's officially amazing at a brand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itle. 他特别感谢，今天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他确认这已经打破了世界最大折页书的记录啦！就在这里，这一段实在是太有趣了，是不是？好好看呢、啊，这一段。你好烦了、啊。Thank you so much 。你就只讲一个 Thank you so much， 不然多讲一点嘛。Oh, I like your hair. I like yours too. Thank you. 我也喜欢。You know what? He's my ex-boyfriend. Excuse me. Long, long, long time ago. Long story. That's true, okay? Okay, you come here. I have something to talk with you.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Silence. 你不是叫我跟他互动吗？哦、没有了，要领奖。来来来， 好，今天我们就请 Elephant D 代表所有的演出人员，代表 I Do 来接受这个 Thank you. 哇，世界纪录的证书，耶、yeah, ！谢谢吉尼斯世界纪录，谢谢所有参与的超过1000位的情侣档啊！谢谢，太感人了， yeah. 快点，你要把他带下台吗？还是怎么样？这是我待会会帮你处理，对对对。还有那个书，人家送你的，对对对。Oh my gosh! Thank you. 我就知道叫他来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棒。Oh my gosh, a book! I got a book today! 这是我们一起达成的开心吗 Elephant? So happy! So happy! 比跟你分手还开心。那我就放心了，原来还有别的更开心的事情。有有有，拿到书。那我们再次谢谢，谢谢我们的贵宾，谢谢啊、哦，谢谢，谢谢我们的翻译小姐。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认证官，谢谢，谢谢。他今天特别来这里帮我们做这样子的分享跟这个确认。好，你这段真的不好主持哎、欸，这段不好主持。对啊，因为观众应该是刷手机刷到爆吧。应该说你。我也觉得主持完小 S 这段我心痛收工。而且你还要讲那个折页书的规则，那对啊。那一段有人要听吗？没有啦，我现在是讲实在话，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有很多领导会听、啊。哦，领导爱听，我的天哪，我也很爱听。刚才那段我就几乎已经不想离开了。我就知道你识相，乖，再唱一首歌再走吧。对啊，我还要再唱，好不好？刚才那段被你弄很长哎、欸。来，我再把舞台。欸、对对对，哪一边啊？啊，对对对，他要看哪里？该这边。我觉得这里好像比较嗨哦，是吧？所以意思是说，这边想看屁股了哦。刚刚这边已经看正面啦。你刚刚是朝哪里？我刚刚是朝这里。哦，你刚刚这里朝过了。所以朝你们吧，好不好？你们刚刚有拍我屁股吧？拍够了哈，可以拍脸了。屁股也拍够了嘛啊、哦？有些东西少看一点比较快乐啊。新年到了啊。怎么样？你在怀念吗？所以你，我不跟你聊了。哎，好，好好聊啊。我还没插麦克风哎。那我郑重的还是欢迎今天很特别，他第一次在北京的工体以歌手的身份，先不管他心里紧不紧张，但表现真的非常专业，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歌手 Elephant D。 So, but sometimes I love you too much. I wish
so good. But sometimes I worry too much. I wanna let you go. But sometimes I still wanna be alone. You are my life. But sometimes I just want you to get out my life. I look at you, look at your face. You should be like that, but now you're like a stranger. I hold your hand, my baby's hand. It feels the same, but I know it's different. Time passed, love stayed. You're here, you're not here. So, but sometimes you hurt me so much. You wish me good, but sometimes I just can't be good without you. You wanna let me go, but sometimes I still wanna let you go. I'm your life, but sometimes you just want me to get up your life. Look at you, look at your face. You should be like that, but now you're like a stranger. I hold your hand, my baby's hand. It feels the same, but I know it's different. Time passed, love stayed. You're here, you're not here. Time passed, love stayed. I'm here, I'm not here.再见。爱是不顾一切，只愿做你的潇洒小姐。I do。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的。
快一点，我找个时间。我喜欢，我喜欢你，你爱你不是秘密，我相信爱情像撒手锏，不爱就行。我喜欢，我喜欢你，双手来。Watch me, that's how I like it. 欲擒故纵太老，不流行这一套。说爱我别低调，不要向我自嘲。遇见你就知道，爱大方之最吵，沉不沉不计较，豁出去会揭晓。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昭告世界。我喜欢，我喜欢你，你压抑不是秘密。我相信爱情像撒手锏，不爱不行。我喜欢，我喜欢你，北京。我喜欢，我喜欢你。Let's go!
全场的朋友大家好。哇嘿，嘿，Hello Hello， 我先来喝一下水。让我来看一下大家好不好？Hello， 这边的朋友 ，Hello， 这边的，全场的 ，Yeah， 今天北京外面很冷，但是现在我感觉到大家的热情热度了。接下来是不是把双手都要一起给我？今天是一个很浪漫的一天。充满着很多很多不同爱的环节，有非常多很棒的歌手来现场。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一个桥段，就接下来摄影机等一下如果拍到大家呢，现场的情侣们，你们可以留下一个画面是给你们可以一辈子拥有的，所以等一下拍到你的人，你们就要接吻，你们要接吻，因为我旁边没有人，所以没有人可以跟我。还是你们要谁要上来？所以等一下，摄影机拍到哪，你们要抓住那个画面，可能要忙着拍荧幕，然后要忙着拍自己。你们这边有看得到我吗？上面看不到。OK， 那个一条一条的看得到吗？看不到。但是这边我其实看得蛮清楚大家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把手上的荧光棒给我好不好？然后记得摄影机一拍到你们就要嘛下去好不好？或者是你们现在就自己自拍上传 tag 我，一起来浪漫来袭。双手给我，左右来，耶！如果我眨了眼，不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不会再结痂和你相遇。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到底爱你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心在动摇，丘比特在微笑。哦啊，是一种直觉，是一种气味，是一种奔现。哦啊，想要时刻随时启动，挡不了。当浪漫来袭，脸颊在燃烧，当你给我第一手独家拥抱，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为了你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哦哦。可以，我也不是每天这么想你。爱不是电影，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你就在我需要的时候来临，在背景音乐里对你动了心。我在阳光下披上了你的外套，也在你怀里看见那幸福的一角。哦啊，在你的双眼，在你的指尖，在你的一切。哦啊，想要时刻随时启动我心跳。一起来，当浪漫来袭，脸颊在燃烧，当你给我第一手独家拥抱，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为了你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当浪漫来袭，爱出现主角，当你给我想不到的各种美好，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只为你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哦哦，这一种
奇妙，陪宠着哄着爱着每一天，也不问我要不要要要要要。当浪漫来袭，那家却燃烧，当你给我第一声独家拥抱，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只为你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哦哦，当浪漫来袭，出现主角，当你给我想不到的各种美好，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只为你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Dancers， 也谢谢刚刚所有被拍到的每一对情侣，因为 Elva 你没有看到对吧？赵哥你好，哎，他们表现尤其是荧幕可以看得到，对他们表现的超好。刚刚有很多对真的就深情，比如亲五秒，对，或者说是当然有一些人就这样低头，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这样。因为女朋友不知道来这，对，然后、哎、不要乱说话，人家害羞，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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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看到有些人真的，他们好期待哦。刚刚有一对被拍到了，男生准备去亲了，然后镜头就拍走了。哪一个在哪边？对，要再一次吗？ 不没关系了，他们就自己私底下亲吧。哦，你好，哎，谢谢。哦，要喝水。对，巨星都要喝水。好，你给你先喝。你喝你喝你喝。哎，欧巴也是好有诚意，有刚刚绕了一整圈呢，哈！而且你知道，刚玩这游戏的时候，我超……哎，有人在叫你呢。Hi，Hello，Hello。刚刚玩这游戏之前，我超紧张的，竟然有人要我去坐在徐妈妈旁边。啊，徐妈有在吗？还好她走了，不然镜头拍到……哎，现在镜头拍到我们。我们是兄妹了哈，我们就打工做衣就好了啊，新年快乐，借位借位这样吗？不用不用。来 Elva 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年你有什么新的愿望或计划，可以跟我们所有北京的朋友交流一下。有现在很非常的积极的在准备全新的专辑。Yes， 等很久了。对，这个也是等好久，拖好久的。就是因为有一阵子了，所以呢越久反而我们自己的给自己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明白，因为自己期待也很多。是是，但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要心里要感受到那个节奏的时候，真的去做的时候才会有感觉。好，所以谢谢大家等待我这么久，让我慢慢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跟自己想要的新的一个感觉，这样子都在为你加油的那里。对，我会加油，对，加油哦。对，好，这就是 Elva 的新年愿望，也是我们的新年愿望，能够听到你的新专辑。是，而且谢谢你，哇，你今天特别，你是帅的，帅的。刚刚你有看到 Elephant 吗？很辣，很辣。对，我一直看到那个微笑的，从下面往上看，就大家一定觉得我好幸福哦。所以你也在看他的屁股啊？我一直看。什么？这些人是什么毛病、啊？因为很痛，你就没办法转到别的地方。了解，好，就没办法专注在他的歌技，就一直看他的身材。哦，所以这是他的一种障眼法，是吗？哎，你不要这样乱说。今天我们到了尾声了，我希望 Elva 能够用一首很嗨的歌曲，而且一定要跟爱情有关系的歌曲，是帮我们做个结尾好吗？所以现场就是要准备还没有说出口的那个男生。对。或是女生想要主动也可以对你所爱的想爱的人说一声表白。表白 Elva， 谢谢。全场准备一起跳舞吗？跳起来好不好？全部的朋友好吗？动起来。Let's go 北京，我一直很有自信。
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跳起来，怎么我会变这个身体不听我的，从没有带着感觉，情绪失去控制，控制跳起来，全场的 out of control。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喜欢你说不出口。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竟然感觉好害羞。谢谢，再次的谢谢萧亚轩 Elva， 谢谢。有人说 I do 是婚礼上的一句承诺，也有人说 I do 是从爱情开始的时候就要实践的诺言，从恋爱到婚姻，从婚姻到白头，只因为对方是你，所以一切都要说 I do。今天爱度挚爱演唱会到此顺利结束，感谢我们的主办方，表达温暖情感的珠宝品牌爱度，还有所有到场见证的爱侣们，还有呢，我刚刚讲少了，其实是上万对的情侣打造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的超大520页520页的爱情折页书，还有呢，要感谢在台上所有优秀的歌手以及现场的观众，谢谢，谢谢大家，一起画下一个完美的2016浪漫的句点，我们期待下次再见，拜拜，谢谢。
唱。